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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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可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请放掌。啊，我们上一堂课啊，那么跟大家谈到呢，这个啊七种二谛中，那么这个啊别教人的当分别教人的二谛啊，他在。教法当中来说是属于界外的顿根，那么以这个界内界外来说，他是界外的菩萨。那么他了解的道理呢，是将这个通教人的真谛跟俗谛共同的树为这个他的俗谛。那么呢，再以这个淡中的真理来作为他的真谛啊，淡中之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理解，那么就是意味着他对于真理的看法。那么一般呢，在佛教界呢，去学术界呢，他对于这个真谛跟俗谛的观念，那么常常有一个没有去注意到分别的概念，那就是天台中他认为的俗谛真谛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就是真理的本身。但是呢，在智者大师同时但稍后一点的晚辈，属于晚辈，但是在同一个时代的三论中的吉藏法师，他是西域人，那他就认为真谛跟俗谛只是一个教说，只是一个解释真理的一种教说而已，他并不是等于讲真谛跟讲俗谛并不是就是佛教所指涉的真理，他在解释真理的这个教法而已。那智者大师他，或者天台宗以下，天台宗的看法那就不是了。他说，教说的当下呢，那就是所指涉的就是宇宙这些真理。那吉藏法师他的认为是，讲真谛讲俗谛。只是在分别真理的这个样貌，但并这些教说本身并不及等于这个法界佛教所认知的这个真理的本身，就是说教理行证它只是一个教而已那显以教来显这个理，但是呢它并不是所证的内容。这个事情是什么话呢？比如说我在跟你解释台北长什么样啊，101大楼啊，怎么样，那这是我解释给你听的，但并不是等于你去，你听得再清楚明白，那也就是你听懂那个道理，但不是说你已经到现场，是这样。那么到现场，我的教说并不是等于你到现场去，那到现场已经离言辞离言说相。
那么你到现场去再说吧。那你要怎么说？那你也可以说，你在现场或不在现场，你都可以去解释或者描述101大楼是长什么样。但那终究只是一个教说，只是一个解释、描述而已，它不及等于那个101大楼。这种说法当然可以理解。天台教法当中也可以理解这个道理，但它更特别的是说，教说的当下就是真理。那这看听起来好像比较跟你的经验不一样。我说，对啊，你刚不说吗？你在解释101，那你坐在台南这里解释101，那101大楼的长相我并没有去真实的看到。你如果我用这种比喻的话，你当然会这样想。但这个比喻只是让你理解，吉藏法师他当年他认知的所谓真谛、熟谛这种二谛说呢，他一直是认为这只是一个世尊的一个解释内容而已。但天台大师呢，他就不是这么认为啊，他说没有，这并不是一个解释，这是一个描述，不是在拿来解释用的，它就是在描述真理本身。所以我的语言本身就是从真理出现生出的，所以我的语言当下对应的就是那个真理的内涵。换句话说，名言即是真理。你要知道，我们众生是对于名言，名的名字，言就是将这些名说为什么呢？有一个论述，或者有个词句、文句。名就是比如花、佛像、法螺，这是名。但我光讲这样有什么意义？没有。我讲啊，法螺在桌上，就是我描述一件道理嘛，描述一件事情嘛，就是名言。言就是法螺在桌上。那名就是法螺，桌子上那个桌也是名字嘛。好，那言是什么呢？言是言说。我说法螺在桌上，又动用两个名词嘛，一个叫法螺，一个叫桌子，对不对？然后我描述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就是法螺在桌上，对，名言。那龙树菩萨确实，因为龙树菩萨确实是说，这些名言都是众生的一个直取相。因为我们直取这些名言，那也就直取一种概念，啊，这种概念是被我执所投射的，所习惯。你比如钱，讲到钱，那就各有长相，美金、日币、人民币、台币，就各有样子。当我讲这个名词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印象中的东西，所以。名讲到时间，我一直在讲时间，上一堂课我一直提到时间，好像有，因为有了名之后，你就会误认为它有个实质。所以龙树菩萨确实很在意不要对名产生执取。你要小孩子生下来，你要不教他讲话，你要不教他什么事情，他哪里什么知道时间啊、花呀、什么的，没有啊。这个对他的生命来说，明确的就是啊，肚子会饿，但连肚子饿他都讲不出来，对不对？但是是不得已为了沟通，只要建立名言来彼此沟通，懂吗？不然鸡同鸭讲啊，讲不清楚，也没办法讲，所以就开始建立名言。那建立名言之后，我们又沟通得很好，我们渐渐就觉得说，这是真的哦，不然我们怎么沟通得那么好？所以名言就被执取、执着了。就被执着了。你要对一个外国人完全听不懂这个华语的人，就是我们讲普通话或是台湾讲的国语的，你跟他讲王八蛋，他不会没有什么感觉啊，他完全情绪不会有起伏啊，因为那个名言对他来讲没意义啊，他听不懂啊。王八蛋这三个字写在一起，所以说这个当年纽约啊，就有人印那个什么中。有一阵子有那中文热，那常常那个卖 T 恤就是短袖的那个 T 恤，上面都会写一些英文字，
不是中文字，就像早期是写日文字，后来大家在怎么样，在迷这个正体的汉字，用毛笔写的汉字，甚至草书，那就有人就写我是王八蛋，那他搞不懂，他就去买那个 T 恤，穿在纽约上面走的也很高兴啊，因为对他来讲那个没概念嘛，那只是一个很 fashion 的一个很流行的一个中文字，而且写了很草书，你懂吗？我是王八蛋，然后中国人就来看了，笑到歪掉，然后觉得有什么好笑。我说衣服不是很漂亮吗？然后有的外国人还傻傻的就，你看他笑了，你看看我，可见我这衣服很棒，是这样子。那对他来讲，名言没什么影响，所以名言没有一个客观的概念。那这种概念衍生到吉藏大师这里来的，他就认为说，讲熟地讲真谛就是一个名言而已，这样听得懂吗？是这样，这你要不去定义它，你要不去投影它，你要不去执着它，那就是一个沟通的语句而已。他把它讲成这样，那智者大师并不同意这个看法。当然，他不敢去跟智者大师辩论了。智者大师当年是长老了，哦，就是他后来他自己讲出这种道理。那是龙树菩萨是提的这一类概念，他是专研龙树的，所以叫三论宗嘛。他专研龙树。那智者大师也研究龙树菩萨，可是他研究龙树菩萨是在龙树菩萨教说之下有所创造性的解释。但吉藏大师呢，他不属于汉人，他的文化概念里头就是 follow 属于西域的或者属于印度的祖师。对他来讲，印度的祖师跟他的关系，在情感上是更近的，如果要以凡夫的感觉来说是更近的，就好像说尼泊尔人跟印度人一定更近，有这种感觉啊。我们汉人呢，他经过一个大翻译跟一个文化的一个不同的情况，汉人就会用我知道你的道理，但我用我整体的理解再来重新理解这个佛法，这是汉传佛教的特色，确实存在这个样子。这个台湾有一个已经往生了的一个傅伟勋教授，他曾经是美国哈威夷大学的宗教系系主任，创系的系主任。那有一次在台大，刚好我也跟他一起参加这个学术会议，然后他就讲到说，哎，这个汉传佛教有一种创造性的解释，你不能说他就这样错，他当然不全然等同于龙树菩萨或等等等。那他就举了天台宗这样。啊，当年我听我就觉得，哎，他也算是好意了。他这个说法上，也就在学术界当中，他要走出一条汉传的路当中，他这个说法也算是一个好意，他并没有恶意。这个人不错，啊，哦，学术界的人来讲，像他这样很厚道的人不多。啊，有的就是他也不敢太批评了，他靠佛吃饭的，有些学者靠佛吃饭的，他也不敢太批评，但是他骨子里是不是那么的拥护。但傅伟勋教授他是国际上很有名，早期啊，你们年轻一代都不认识这个人了，因为他已经往生好几年了，应该有20年以上。那么他就说到这个事情，那当然我们理解，像在学术界也好，或者在佛教界的传统跟一个派别，比如说跟印顺老法师这个派别来看，印顺老法师他就是他也是比较主张说，哦，我完全按照印度的那个说法，那这个是中国后来在解释的这样。那我对于这种说法，他是长老了，我没什么好，我没什么好可以直接说，怎么样，哦，说我必须要，我不需要去说我接受不接受。但我并不 follow 这样子的看法，是因为，哎，我从祖师那里学来的，我承认这当中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创造，但这个创造也是在这个实修的前提之下完成的。你比如说印度的净土教法，当然最有名的当然应该就是世亲菩萨往生论，但你看往生论它很简洁的，没什么太复杂，但来到汉地，哇，这个开枝散叶啊，一脉相承，各有发挥啊。那你不这样没办法呀，因为他要对应这样子的华人文化啊。
那智者大师他在看真俗二谛的时候，这个就不全然是为了对应文化，而是这就是佛教的见解。哦，这是佛教的见解。怎么说呢？特别是天台宗，天台宗他真俗是不二，他最终的思维，他最终原教的概念是这样。那他的一切看法当然是以原教的那种基本来看，即便他讲藏通别圆，那他也是直击在原教的这个高位上面来谈这个事情。那换句话说，真俗是不二，世间的语言，龙树菩萨固然在评破说，哎，你只取这个名字，你就是会执着，包括我也是个名字，我啊也是个名字，它是怎么建构出来的？它是那个形象，拿镜子照的时候这个形象，还有六感，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就是有时候讲六感，六识眼耳鼻舌身意一直在对你自己建立名言呢。你不要，这叫痛，这叫做舒服，这叫做酸，那叫辣，那叫大声，那叫小声，那叫好听，那叫不好听。其实你都一直在用耳朵、眼睛、鼻子在接受外在的刺激，然后那些刺激你都建立名言哦，明白？是不是？你看，哎，讲话小声一点啊！什么叫小声？这对应于大声跟小声，这是对应的。对，哎，你不要唱的跟猪叫一样，好不好？猪叫一样啊！有人在唱歌，唱成这个样，你这个是像那母猪在叫，好不好？人家会知道你在骂人。但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话语呢？是你脑袋里头听了一个刺激语言，然后你对应一个话语去回应到周边去，对不对？所以你一直一直过念，你一直用六根在接受外在刺激，然后刺激的主体一直在建立那个我在接受刺激，是这样哦。因为我们给他的一个刺激的名称，那刺激的名称声音好听不好听，就有一个接受的我在那里，这就是所谓的观音菩萨所谓的什么什么反闻文字性，他就是他只是文字性，他没有闻一个我，他不能闻一个我，不能带一个我在闻，听闻的闻啊，不能这样听闻，所以叫做文字性，是回过头来闻那个离我执的自性，但我们不是啊，我们是以我执在闻呢、啊，听闻的闻。我们都是这样在听闻的，那你说那叫念佛不也这样？哎，没问题，念佛就是用你的我执在念，没问题，它最适当，它恰恰就是众生最好用的方法。你就用你的耳根听，没问题，你不用担心，这叫执着。我就怕你不执着，这没问题。但是，一般的除了念佛以外的情况之下，你建立的执着，通通是建构我执的。你说没有啊？念佛不也是建构我执？没问题，因为带一个我想往生这种我执 ，OK， 这叫善法欲，这是没问题。但除此以外的我执，几乎就是孤立的建立我执。我喜欢，我觉得好听，我觉得这个歌声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啥名字？这个饮食叫什么样子的菜色？什么的，反正。眼耳鼻舌身意，你通通建立名言，所以龙树菩萨就在破这个，那吉藏大师当然也在破这个，所以他会觉得说，那真俗二谛的说法不过就是名言而已，你怎么会是真理的本身？这就让我们看出来说，这就是哦，你在龙树菩萨的概念底下活着，你没有离开龙树菩萨的概念再往上去。我们常讲说，读书，你不能读死书啊！这不是在批评，不是在批评吉藏大师了，我没这个意思了。我说佛法古德这么讲，当然你可以 follow 他，但不能有新的解释吗？你不能有更创造性的看法吗？天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有创造性的看法。这就好像很多人在讲到那个什么三谛记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有人说这是在讲二谛，怎么讲三谛呢？那但是呢，智者大师说，这个慧思大师开始以这样用了这个词儿，用了这个三谛记，他说不，这是在讲三谛，
有中谛这个概念。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很有些人的解释认为说，空假都同时存在，也双照着空假，不可对，不可分离。空对假其实是一体两面，所以这样叫中道义。所以并不是建立一个另外孤立的一地叫中道义。中道义，但这是你要 follow。你如果真要只是顺着龙树菩萨你认为的那个看法，你完全不敢有创造性的看法的话，那都没关系，你这样看也可以对。但慧思大师以后他就不是这样看。这我们之前有讲过嘛，那我们当然我们还会再谈，我只是拿这个比喻。所以真俗二谛的概念在这里头我们要注意到说，天台宗呢，他看到的是这些语言名相啊。固然龙树菩萨在破这些语言名相，但这是就对执着而说的。在法界的本体当中，语言名相也不需要破，就像生死不需要破一样，因为生死也是名相啊，也是你概念的东西而已啊。我们怎么来投胎？就老觉得有个我嘛。然后正要投胎什么意思？就中阴身的时候就一直觉得有个我嘛。那还想爱嘛。啊哇哩嘞啊，就爹娘就是在那里行淫，那就嘣就靠过去了嘛。爱男成女，爱女成男啊。这里头还是名相啊。什么叫男？什么叫女？什么叫爱？爱就是你过去的经验呢，那种触觉，那种拥抱或被拥抱，或者是被需要与需要，那叫做爱嘛？那不也是一种感觉定义的东西而已吗？那你就直取它，所以确实是整个宇宙都是名言呢。龙树派就在破这个 ，OK， 但。有更高超的人，他根本不必破，啊！我就不迷，我干嘛破你呢？他是用这个角度，所以到原教的概念就是这个概念。所以讲真俗二谛干什么？要说他是名言呢？名言就是真理啊！众生执着名言，说他是名言。我不执着名言，那名言就是真理。何妨说这是毛巾？它当然是假名，但我说它是毛巾又有何妨？没什么不好啊，没有本质的构进善恶好坏的差别。所以这样的观念其实是贯彻着原教的思想啊。那么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啊，这个偶义大师在《教观纲中释义》当中，他老人家在《教观纲中》里头，写了一个《教观纲中》。什么叫《教观纲中》？事实上是一个表，一个表格。后来那个表格太简略了，他就开始去解释它，他开始简单的去说明它，但是又太简单了，他再去解释它，就变成本来是一张图，就是教观图。那后来呢，就人家看不太不太能完整的了解，他就去解释这个图，结果教观纲中。啊，教观纲中因为解释的很简单，然后又有人说那不太懂你那个意思，还有他自己也觉得言不尽意，然后再去解释他特别的名词，他没有就全部解释，他就单一名词解释，那叫做教观纲中释义，都他一个人做出来的，就分三个阶段。先做表格，先做表格啊，接着呢是解释这个表格，简易的解释这个表格，那再来呢，那就是简易解释之后，他就最简易解释当中出现的名词呢，他再深入解释，像这个就是这样。你比如说，他在讲别教二谛的时候呢，他就有提到，他说素通教是二谛，通教的二谛是幻有为俗。幻有即空为真，现在呢，这种二谛，一个是空，或者叫空，一个是俗，真呢、啊，真谛，一个叫俗谛，幻有，
为俗，这个是俗谛，那幻有即空是真谛。那我说过了，那是有一个有啊，就是幻有。世俗是幻有，世俗的有是一种幻有，他看到。那么这个幻有即空而是真谛，这是通教人所看到。到了别教来，你的真谛还是俗谛，那概念上是怎样？就是你认为的宇宙的后端的真理，真理都就叫谛。那有一个世俗端的真理叫做俗谛，那世俗端当中再提升超越的，那叫做真谛，那就是佛教所认为的什么样足以解脱的真理。那藏教、通教、别教、原教，它各有依于它而足以解脱的真理的认知。你认知那个叫解脱 ，OK？ 藏传人、藏教人也可以，他认知的解脱低，到了通教来稍高一些，或者善巧一些，别教就更高，原教就近高，是这样。那都叫做解脱，然而解脱的境界不同，因为我见理深浅不同，见的理深浅不同，行为也相对的不同，操作内心认知周遭的事物的价值也会不同，那接着呢，他的行为也会不同。所以天台宗的古德们，他的行为他都有一个样子，那禅宗就有禅宗的样子，你很容易比对的出来。那净土宗净土宗的样子，你就可以比对的出来。那么好，那么他说的数通教的二谛，数就是总色总说，或者叫做合说，合说他的二谛呢为我的俗谛，在我来看那是世俗的真理而已啊，幻有为俗啊，幻有是俗谛，即幻有是真为空，幻有为空是真谛。那在他来看，幻有是俗，幻有是俗谛没有错，而幻有也是空。他看到他是幻有的当下，就看到他空。幻有本身是空，那你说幻有是空，不是也还好吗？都既然讲幻有不是空，不然是什么？不是的哦。你看我们看人家表演魔术，看完了我们也知道是假的，但是嗤之称奇，觉得呢也怀念不忘，或者觉得哇好兴奋，或者觉得完全想不通。完全想不通代表你看不通他的幻术，嘴里虽然是讲是幻有，你已经知道幻有是指他的无常相，没有一个本体，但有作用，有如幻的作用。我之前一再的讲是这样，所以幻有必须要空它，你才是真谛，这是通教人的概念。但到别教人，幻有为俗，幻有即空，皆为俗谛。也就当他看到幻有是俗谛当中，世间的一切都是幻有的幻有相。所以大家在幻有当中，要接受这幻有的规则。这是幻有为俗，但幻有空，幻有即空呢，也是俗谛。也就是说，我说你是空性，这个本身也是对字义的，也是俗谛。唯有不空，才会真谛。我既不承认你是有，我因此我也不用破你这个有，用空来破，执着这个空。所以它基本上已经是既不执着有，也不执着空。我说幻有是俗，幻有即幻有是空，这位俗谛。现在呢，空我不执着，叫做不空；幻有叫做有，我不执着，叫做不有，就是不有不空。这样子呢，双破。所以我前面建立双有，后面建立双破，这就是别教最常用的思维法。那么这样，他就建立了一个建立性的概念，是幻有为俗，幻有为即空，
皆为俗谛，那么不有不空为真谛，所以说你看啊，皆为俗谛的是通他的二谛嘛，那么十法界呢，则十法界皆为俗谛，那是为什么十法界皆为俗谛？因为十法界既是幻有啊，也是当下是空。佛十法界包括佛法界，佛也不可得，菩萨不可得，都是名相、名言之相。所以，则十法界皆为俗谛，那不有不空。我刚刚讲的，不有不空为真，为真谛了哈。则中道为十法界的迷雾所依啊，乃为真也。中道为迷雾所依，注意啊，不有不空。这个迷的十法界执着有，然后因为执着有痛苦，那我就要说即幻有是空，又要用一个空来破，这都是有烦恼有破，有对待有破的，这样子呢整个十法界都是这样，这就是属十法界的概念里头，属整个属地十法界都在属地当中啊。那么所以说则十法界为属地，因为十法界你要怎么看，你怎么看，你说它没有，没有怎么会有十法界呢，就没名字都没有了，所以它显然有嘛，所以那叫幻有。那幻有为空，幻有为空还是破了，它还是去对那个幻有做对破的动作啊，它是有对峙意讲空的，那这叫熟地。谁是这样做？必知佛、罗汉，主要是必知佛。必知佛他根气比较利，罗汉们他认为刚开始幻有不空，他不叫幻有，所以一切这些的有呢，就是熟地。那么当然就幻有为俗啦，他这些幻有是俗，但他当他在证得真谛之前，他不知道幻有是幻有啊，是我们在证得之后，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幻有，不然他是执着真有啊。你阿罗汉之前是谁？不，我说出国以前是谁？就凡夫啊。凡夫怎么会一般的凡夫，而没学佛凡夫怎么会知道幻有这个概念呢？没有啊，都是真实的，怎么会幻有？一般凡夫不就真的都把世间当真的吗？才会斗争这么严重吗？所以凡夫就藏教人来说，他凡夫位上他是没办法知道那世俗地是幻有，他觉得世俗地是真，那、啊、怎么办？执着真啊，真那糟糕的，就一定有苦，有执着那就一定有苦。那好了，用空来破，等到这一破之后，幻有不存在了。我刚刚讲的单真，它的真俗是不会同时 并存的，它要破你那个俗啊，这全部都假的啦，说它是假就不会是真，也不会有作用，也不认可它有作用，我就远离你，这样。所以出国以后，他都在至少在见货上有破。那在他来看，这些都是幻有，要破的。出国人，他已经这个破掉这个欲界的见货破完了啊。那思这个欲界。欲界破的见惑，那这个色界，他那个思惑也开始少分的断。对啊，他断了就不会有了，所以他的真俗二谛是不会同时并进、同时存在。这我们之前讲过，但到了通教人的话，幻有为俗，幻有即空为真。这是对破的概念，他一开始他就不认为幻有，他就不认为这有是真有，他就看懂那个幻有。等到幻有为空的时候，既然是幻有嘛，说它是空也不要废掉那个幻有，不需要，因为我知道它是幻有啊。所以
俗谛跟真谛是可以同时存在，但这在别教人来看，这你还是有对破的概念嘛？你这还是有对立的概念嘛？幻有为俗，那么这既然是俗啊，俗你又觉得它会影响你，因为我有种种的作用会影响你，所以你再用一个空来破。那这个用空来破，本质上还是很形而下的。概念当中呢，还是很用对立的概念看，所以这就是俗谛。这些是俗谛。那么十法界呢？为什么皆为俗谛啊？因为十法界不就是幻有吗？再来看是幻有啊，幻有是空。法界十法界也是空啊。人法界、佛法界等这些。也是空，因为它建立空性见，大的更高层次、比较深刻的空性见，那他就会看到说，这十法界，全部不可执着啊。但哪里是不可执着啊？那要不可执着啊，涅槃正涅槃，你不是空无一物吗？这涅槃经上讲，常乐我净，哪里是你说的什么都不执着啊？所以只有不有不空。这样子的观念，以不有不空为真，他进一步的就真就是真谛就高过俗谛的这种这个认知啊，转进的认知，他就有了。所以这是偶义大师在解释别教人他怎么样的掌握俗谛跟真谛。速通教人的真俗二谛为我的俗谛。那这种俗谛呢，通泛于十法界。你十法界是形而下的，他们你看得到。那如果我要超越这十法界，我必须要以不有不空来给予建立。也就是说，它是有对字义的比较人，好，这不有不空。那么这样子呢是怎么呢？就是淡中中道，不有也不空。那不有不空，我一再说，它的概念呢是说有幻有而非有。他一直知道这是幻有，幻有当建立幻有的当下，我就知道它不有，不有就是空呗。所以幻有即空啊，当下看是这样，不空啊，不。不有了，不有啊，这什么叫不空？幻有即空，这样子空，虽空而不空，因为我不妨碍它有种种作用，而这些作用呢，就凡夫来说，可能是生烦恼相，比如贪嗔痴，是烦恼相，但对菩萨来讲，那是他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这不有也不空，我也不需要空它，这样才能行菩萨道啊。你这个事情你碰都不敢碰，摸都不敢摸，你这犯戒，你没把它看空，那就你是你，我是我了。这古来有这么一个这个是小个案例了，但我觉得我还是接受，宁可这样做，而就有菩萨示现，文殊还普贤菩萨示现，一个老比丘他在山里头修大乘法，那因为可能功夫已经渐渐到了，所以感得菩萨来，好来试探他。其实所谓的试探，佛法并没有所谓试探，就是说让考你的这个真实境界，然后让你更懂得自己要再怎么进步。应该是这样讲了，所以也不是太怎么样，是说是某一种修行法，它不是，它就只是一个考验这样。那什么考验呢？那这位中年和尚，大概就我们这种岁数啊，在深山里修行，发菩提心，然后呢晚上诵经，诵，哇，可能他那个是在道路旁边山里头的
或者郊区，应该说不要叫省山，郊区的道路边的每一个某一个某一条路的一个边上，就是乒乓乒乓的在敲门，敲门有什么事？你打开，哎呀，一个女众，那是菩萨示现的，然后女众就进了房间里，进房间说：“我这个我路程没刚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个女人家，我没办法再走这个暗路，你能不能让我过过夜？哎，因为他行菩萨道嘛，那这个菩萨示现这个问法，他当然觉得啊，好啊，不然就借你，啊，那借你的时候，然后晚上嘛，他这么糟糕了，孤男寡女的，这怎么办？啊，就在这个状态底下，那个女的又再加上考验，她就在哎呦，哎呦，躺在地上，或者躺在床上在那哎。哇，当死人了。那么这个是古代，你又没电话，又没手机，又没119可以叫救护车，那就是问他说啊，情况是怎样？你是怎样？他说我大概是女人月事来啊。他说我肚子痛啊，肚子痛我也没办法，肚子痛，这我也没有什么蒸鹿丸还是什么东西让你吃。他说没有啊，我这个痛哦，你只要帮我揉一揉就好了，哎，对，按摩按摩就好。我哩嘞，我是男众，你叫我帮你按摩，这是什么情形？什么情况？这样做不来，怎么死做都做不来啊？因为有男女相嘛，哦啊，我知道有戒律嘛，哦啊，我当然就不能做嘛，我不空啊，我当然就不能做啊。我同意，我完全同意，你千万不要去做。我告诉你，在座诸位千万不要去做。所以说这个案例，它就在表现出一个什么意思来？因为你要行菩萨道，你就会有这些，你势必会这些顾虑。所以为什么是界外菩萨？他生死已了嘛，他才能他就自在了嘛。他在个人生死这件事情，他都 OK， 那他的啊怎么样？要揉是吧？我就狠狠的揉你两下好了，他可能就没事。好，那我们凡夫恐怕没办法，是这样。那就为什么叫界外？所以说别教叫界外，界外的嘛，它只是顿更而已。为什么叫界外？三界外，是这样。我们可以懂那个道理，但做的话，我们咱们是界内凡夫，那就不能随便这样做。哦，这点要弄清楚啊，就有这种意思。就这种意思，你行菩萨道会遇到很多这样子的。那你是自守好呢，守住自己好呢，还是你牺牲掉？那么这有名的那个什么鸠摩罗什大师，他在小孩子的时候，那个大德就看他说，哦，他如果没有破戒的话，那他的成就更吓人。但可能他会有这种问题。后来来到了鸠兹之后。哇，那么这皇帝一口气，那国王一口气给他10个女人，哦，是这样，就硬要留他这样。那个古代的皇帝很过分的，你比如说唐太宗也是啊，那个玄奘大师回来的时候，他才没三天呢，他就跟他讲说，跟玄奘大师讲，玄奘大师啊，你看我妹怎么样？你看我妹妹怎么样？他就问玄奘大师，玄奘大师装作不知道，啊，怎么样啊？还好啊。你妹妹吗？不是啦，你看她如何？嗯，没如何啊，就女居士嘛。哎，不是啦，我在问你，做你老婆怎么样？你做我驸马好不好啊？你做我，哎，不叫驸马了，那个是应该叫什么的？也就是说，他拿他妹妹要把玄奘大师搞成世俗人呢，他觉得你是个人才，国际性人才，这你看完全没安好心呢。我们的佛教徒最阿 Q 了，哎呀，赞叹什么清朝什么什么说雍正皇帝了，赞叹唐太宗，你知道唐太宗他把道家排第一，儒家排第二，你佛家排第三，他对玄奘大师是这个态度，你还赞叹个，不要骂人，不要骂人，乱来嘛，这佛教徒很阿 Q， 你懂吗？好像哦，去觉得说哪个皇帝对我们佛教好好哦，然后就觉得哦，我佛教真好，这样有需要这样吗？佛教有需要那些
让皇帝在这边赞叹吗？你不要害我佛教就好了。我是什么子？很多历史当中很多这种阿 Q 型的佛教徒，你懂吗？还有什么乾隆、康熙、雍正，他们坏佛法才严重啊！你不知道啊？哎呀，那简直是恶劣透顶啊！假装佛教徒，这实在是。啊，什么有战声歌是吧？哇，咖喱贡，我跟你讲，那假冒的，根本不是他造的。那个谁啊，那个谁啊，那个幻身法师已经考据过了。那美国的幻身已经原籍了，他有考据过，在《狮子吼》杂志上面有一篇三十几年前有一篇论文，他说根本不是他的，干嘛？阿 Q 佛教徒要复立皇帝之名，你懂吗？是这样。哈，他们这几个皇帝啊，搞小动作那才多了。你比如说，预选禅宗语录，你知道什么代理？你算哪根葱啊？你这皇帝，你这位高就觉得自己拽了258万，选禅宗语录，你是开悟的人啊？哎。还真有佛教徒说他开悟哦。家里抱老婆32、36宫72院，抱个没完没了，这种人叫开悟。实在是哦，就像现在很喜欢什么清宫电影一电视剧一样，哎呀，两岸人民如醉如痴，完全是酱缸文化，完全是一种封建思想。真糟糕，是真的。不过哈，政治人物最喜欢老百姓有封建思想，是吧？酱缸在那里不能思考了，最乖顺民，看这种电视就变顺民，完全沉浸在这种帝王思维里头，然后想象自己就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永远演不完呢，永远演不完。你看多少八点档都在演乾隆，长相都不一样。然后绝对都是什么风流倜傥，好几个版本，对，完全都是这样。然后同样的样子就是风流倜傥，美女成群，然后呢多情善感，偶尔还耍耍小男生的脾气，然后呢偶尔还有点小鲜肉之感。你看多少那些中年妈妈看了如醉如痴，流口水啊，完全是那种。帝王名利权势的这种崇拜，这是可怕的，这完全迷醉人心。不要看那种东西，佛弟子不应该看那种东西。追剧，追的就跟白痴一样。佛弟子还是追这种剧，还不如追我的 YouTube， 来的好看一点。啊，真的不要再弄这个，就是不要做那种东西。那是迷醉自己，那就是帝王思想啊！老爱上的帝王，你看看那个皇帝作威作福，大家还对他臣服如此，一大堆女人对他是投心送供，前仆后继，啊，为他死心塌地，还为他勾心斗角，你这算哪门子啊？完全不平衡，权力不平衡，感情不平衡，因果也不平衡，对不对？那你就迷醉这个，那你就想象英国有个研究，他说这种爱情肥皂剧看多了之后啊，他在现实生活就不踏实，他的恋爱一定常常会失败，因为他想象怎么样，公主病、太子病，他就想象我是公子，我是太子，你懂吗？是这样子，很糟糕的，迷醉人心。孔老夫子说的没错，他说他有一次不是周游列国到汝国哪一国嘛，他听到那个他们的流行歌曲，他说啊，这个国家完了，唱这种歌完了，迷醉人心完了，很快就要被干掉，果不其然，很快第一个第二个被秦国给干掉，被那个什么国给干掉，这样，真的就这样吗？因为娱乐在代表一个民心的状态。你当然说不能太八股了，也对了，但这种玩意儿真的是太封建，很不好，很不好，啊、嗯，好，那么所以说以十法界呢，以十法界为属，
都为俗啊，要不空就是有啊，不落空，要不落有。那我的俗谛就是空跟有都是俗谛嘛，真谛是什么？不空也不有，不能落为空有，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执着有。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他没给一个，他没一个名字，他就对空有说不，我就不执着空，所以他能做事。我不执着有，所以他不执，他不被迷惑，懂意思吧？哦，刚刚那个女生说啊，我肚子痛啊，女人不是女人，是一个如幻之境。那我去揉她，就揉她。我不执着有，是这样说，不有不空。但这是对，还是有对破意，这是别教义，别教义。所以整个十法界要不空，要不有呗。所以整个十法界就是俗谛嘛。所以说十法界为俗谛。不有不空为真，那么讲这样子，这种真是中道，叫淡中真道，中道淡中 之道，那叫中道啊。这样子的为中道，为十法界的迷悟所依。什么是迷悟所依？迷六法界迷，悟四法界是悟，是迷悟啊，就是罗汉、圆觉、菩萨、佛，这是悟的四法界迷啊。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呢，天人修罗人呢，啊，这一类。那么呢，这迷雾呢，都所依，所依什么？讲实相嘛，他在讲实相，不有不空。换句话说，这个法界到底是空吗？阿罗汉说是空，通教人说是幻有，然后最后也是住在空上。别教人说不。他不有也不空，我既然说他不有，我就不需要让他空。空是为了治有病的，我执着有，我才要需要空啊。我现在已经说不有了，我干嘛要用空来治呢？我都不认为他有，我干嘛要用空来破他呢？所以不有，那当然就要不空。完全落在不有不空，那无以明之。空有对遮。两边都遮，遮就遮子，都不是就叫遮了哈。双遮空有，双遮空跟有，空跟有合起来不是双吗？就双遮这个空有，这样子，它是只有遮，它没有建立什么，这叫做淡中，淡就只是我只能够对空有说中。这样子是真理，换句话说，佛法界是空还是有？哎，说空不重，说有亦不重，懂意思吗？佛法界说有佛不重，说没佛也不重，没有佛也不重，啊？哎，对，空有不二，哎，还不到空有不，它只是不而已，它还没有到不二这里，它还没到不二，它只是不，它不能论说它是空，也不能说它是有。还没到空有之间的关系，他只是单纯的说有佛嘛不可得，说无佛嘛也不可得，他顶多是这样，他到这个程度来，哎，这已经不是阿罗汉人能体会的道理了，诸位，但诸位能体会吧？可以，只是没证得而已，能体会，所以今后到极乐世界，大家学的会快一点。听懂这个道理就学的会快一点，是这样。好，这样就叫中道，这种中道是淡中的中道，也是可以做中，所以它是迷悟所依，它真正的是这样子，宇宙之间不能说它是空跟有啊，你说这个是空啊，就一个法罗在那，你怎么说它是空？你说它是它真法罗，那都东西组合出来的嘛，你说它是有也不可得。再来，要说它是空，因为你害怕它有，所以你要用空去破它。现在我不迷空，我不迷它是有，那我干嘛建立空来破它呢？我不需要啊。再来，空有是名言，是概念，是对立性的概念。不有不空，才不进入对立。但当然他不知道是什么，但他总是说那不有不空，这是别教人。它叫顿根，它是不安稳的，它最终要进入圆教。
他这个道理到了进入初地之后，他就会被原教接了，他就被原教接了，别出住之后，他就开始被原教接走。那当然也有稍后的，但总而言之，他一定会被原教接。他虽然他是顿根，但顿归顿，只懂得慢一点，悟得慢一点而已。他最终还悟入最后的原教的道理。所以中道为十界迷悟所依，乃为真也。不有不空，这样才叫真。不有不空为真。名言中道为真，故称为显宗。名言中道为真是在讲什么？因为他说不有不空为真的啊，他已经明白的讲说不有不空了嘛，这叫做名言，懂吗？名言。那我说不有不空，这个世间无非就是有，无非就是空，无非有或无嘛。他现在又说不有不空，就讲白了嘛，那就遮两端嘛。所以他已经说遮两端，就明白的跟你说遮两端，那他就显现一个淡中真理。所以下面这句话就是说，故称为，已经显现出中道的道理来，就叫显中。但他显出来的中是淡中，懂吗？从别教之后，一定显现中道，中地。的概念叫不有不空，名为中地。你一直用不有不空来讲也可以啦，但我用一个字啊，中。这个真理叫真地，叫中地。所以中地是由二地推出，也可以这样讲，它不有不空叫做中地，就是显中地。这些显中就是显中地，显中地。这是偶义大师在他那个时代，他的理解，三谛概念里头，二谛概念当中结合三谛的，中谛的思想，他在这一部分他做的解释，蛮好的，因为他终究比较接近我们，他明初的明朝的人嘛，比较接近我们，那各位显宗真谛了，那接着呢，一大师义啊。以此别教二谛，直言中道佛性之理，故称其为显中二谛。直言中道佛性，已经出现中道佛性。为什么？不有不空为真啊，不有不空就是中了。他意思讲，那这个中呢，才是一切十法界的迷。还是十法界当中的悟，就是六法界迷，四法界悟，他们都不有不空为真呢、啊。那个真就是骗一切处都要这样真的、啊。那我都已经说了，那骗一切处不就在你十法界当中吗？啊，十法界通通叫做不有不空。换句话说，十法界的本体就是不有不空，那叫做这不有不空叫中道。哦，中道。所以名言中道，那么中道这里我有这么一段话：一大师以此别教二谛之言，中道，中道怎么叫佛性呢？中道怎么叫佛性呢？因为你理解了一切都不有不空，理解为佛嘛，觉嘛，觉者佛也，或者佛者觉也，都是佛，就是觉性，也就他当下这个性。能理解不有不空的道理，这就能理解别人说，而他本质也是不有不空。能理解者即是所理解的对象，能理解的是我们那个主观的思维啊，也是就是你所理解的，所理解，所以这就是觉性义，所以这个中道佛性。不，这是淡中的佛性的概念之理，故称其为显中二谛，已经开始显现中谛的这种二谛，不有不空为真，就是显中二谛。好，那别教人，接下来别教人立根一点的，
哎，我不是说嘛，别教终究要被接，哪怕你是钝根，你也要被接。但他是以稍立根的人，稍微立根，啊，立根呢？立根怎么被接呢？别接，原接别教人，或者别教人对被原所接，或者原来接别教，原来接别教，你是别教，我原教的道理来接你了，接你进入原教啦，是这个观念啊。哦，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叫这一定是附属一样，跟前面的那个，幻有为俗，幻有为空，同为俗谛。啊，俗或者俗为幻有，幻有为即幻有为空，这样都是俗谛。啊，那么所以说一定是附属两个，两个合在一块才叫俗。那么附中二谛。怎么样是附中？他就更进一步了，是附中，附是指重复，是两个概念合起来称为中谛。两个概念，一切法空虚，一切法空虚不有不空，一切法空跟虚不有不空的二谛，一切法空，一切法。一切法空跟虚不有不空的二谛，顿号是同一个，指同一个。一切法空与虚，一切，虚不有不空二谛。幻有，俗为幻有，幻有即空为俗谛啊，幻有即空，这为俗谛，所以说这叫做覆嘛。来，我们看看，这叫覆，两个啊，幻有啊，哦，俗为幻有嘛，幻有即空。皆为俗谛啊，为俗名为俗谛。那不有不空，一切法虚不有不空，两个同时存在为真谛。前面是不有不空，停在不有不空上。我刚不讲吗？不有不空，但他渐渐的他已经知道，哎，一切法都不有不空哦。前面的不有不空，只是概念上面的不有不空，理体上面的不有不空，它不执着有，不执着空。现在这四相上，一切法，啊，虚不有不空，一切法又虚不有不空，这样子。所以前面的不有不空是一个理体上，就讲理。讲法理性或者法性上是不有不空，但一切法虚不有不空是现象界的，就这个东西也不有不空啦，那个东西也不有不空啦，哇，这情况就特别咯，不有不空，不有，所以我敢用它；不空，所以我不会乱用它。一切法虚不有不空，好。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我样样能变，我样样能做，没有说我只限缩在做哪一样。佛教道理我要懂，世间人间道理我只要听，我也跟着懂，我也跟着听。一切法虚，不有不空，它就产生作用力了。前面那个是理性上面说啊，不有不空。就概念上停在那，它是一个概念型的，就停在那，它没有讲到一切法，它是讲理上是一不有不空，啊，是这个理不有不空为真谛，但现在是已经进入到我观察一切法都不有不空，一切法虚不有不空，这个附中为真谛哦，这是非常好的概念了，这叫做缘接别。好，我们先上到这里。向下文长，复以来日母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智归佛，智归佛，当愿众生，当愿众生，体解大道，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一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一生，
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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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